好忙碌的姐妹或者好像我咁屬於係懶人的話咧，都會幾中意用 overnight mask 嘅，因為一覺瞓醒咧，皮膚嘅問題就好似解決曬咁樣啦。咁好多人會選擇用一啲有保濕效果嘅 overnight mask， 但係咧我最近用嘅呢只咧就唔止咁少啦，就係 Bird's Nest overnight mask 啦。大家都知道咧，燕窩裡面咧有好多氨基酸啊、維他命啊同埋礦物質咁樣啦。而最重要嘅咧就係佢有一個表皮生長因子，可以刺激皮膚生長同埋令到皮膚咧做到自我調節嘅功能嘅。咁除咗燕窩一般嘅好處之外咧，佢最重要嘅咧就係做到美白啦，因為裡面有水解蠶絲蛋白。咁一覺瞓醒咧，肌膚暗沉啊或者係膚色不均呢啲情況咧都會得到改善，而且咧都幾持久嘅。咁講下保濕效果啦，咁其實佢擠出嚟嘅話咧，都係屬於少少啫喱狀咁啦，不過好容易就推開，而且咧好快就會俾皮膚吸收噶啦。咁你只要咧輕輕咧將佢推開啦，就搽曬喺成塊面度，瞓一覺，第二朝起身咧，皮膚就會變得又有彈性啦，又充滿水分啦，而且咧仲有美白嘅效果添。